far from here, some 2,000 miles away. That's where they live and work and play. Being a Smurf is good, so that's why we sing all day. We're doing things the Smurfy way. But there's danger there, lurking everywhere, 'cause Gargamel will catch you if he can. Ooh, I hate Smurfs. That is true. I'll get you. I'll get all of you if it's the last thing I ever do. No one would ever find the road to a higher way. We live there happily and gay. Being a Smurf feels good, and that's why we sing all day. Doing things the Smurfy way.哦，多么美好的早晨，充满了无限可能。拿去吧，小美人，这是《小聪明金玉良言》第20集，这是第100的书，我希望你可以保留。哦，小聪明，我觉得好荣幸哦，或许你应该拿去送给别人。 不可以，我坚持，上面已经有我的亲笔签名了。我就担心你会这么说。天哪，我最喜欢看新书了，小聪明。真的吗？哦，是你呀，小魔法。如果你会看，我早就送给你了。可是你做事情总是喜欢虎头蛇尾的。哦，可是这次我会试试看。是真的，小聪明。有人主动向我要书，也不是经常发生的。 我告诉你，你站在这里，我回去拿一本给你，听懂了吗？听懂了。我，嗨，小壮丁，你在做什么？这是我每天例行的工作。天哪，我一直想这样锻炼自己的肌肉。你建议我加入吗？随你的便哦。小画家，你在画什么？当然是森林的风景了。我常常在想，是不是可以画的跟你一样好？我可以试试看吗？可以啊，我现在去画别的，你来帮我把这朵云完成。哦，好棒哦！啦啦啦啦啦啦！嗨，小帮手，你在干嘛？哦，你好，小魔法，我正在替小美人修理房子。哦，天哪，你要不要让我帮你啊？ 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盖一间很漂亮的小木屋。你在开玩笑吧？小模仿到底要跑到哪里去了？啊！我的天哪！小模仿到底做了什么？嘿嘿嘿，你的云看起来好像爆炸了的样子。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一次的帮忙。对呀、啊，感觉就像是木匠的生活。嗯。 我一直就很希望知道在田里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哦啊！哦！对不起啊，小帮手，你老是一心二用，这样子常常会敲到手的。看样子小魔法又闯祸了。刚开始会有点刺刺的，不过根据我的临床经验，这种草药药膏可以减少流汗，防止发炎，很有效的哦。真是不可思议。 有什么比这个工作还要伟大呢？谢谢你，老爸，我已经觉得好多了。我也想要谢谢你，老爸，因为你的缘故，我终于找到我的人生目标了，那就是我要成为一名医生。医生，这是真的，我终于找到我人生最后的志愿了。跟其他你立下的志愿一样吗？对呀、啊。 我不，我是说这次我是真的下决心。真的好了，蓝精灵们，小魔法，研习医术需要非常专心才行啊。这本书是专门给医术的初学者阅读的。今天起，我要到哈尼波那儿拜访几天。你喜欢的话，拿去看，你就会懂我的意思了。谢谢你，老爸，这次我一定会成功。 如果走得快点，天亮之前就可以到哈尼布那儿去了。老爸，老爸，你过来看一下。不可思议，实在太棒了，太了不起了！他一整个晚上都在看书，哎，说不定他这一次是认真的。我说，我的蓝精灵们，我们只能祈祷了。之后，我终于准备好将我的医学知识贡献给所有的蓝精灵。现在有谁想要当我的第一个病人呢？我不要！等！天哪，一定有哪一位蓝精灵需要看医生。我可不想错过好戏。 哎嘿，小模仿，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啊？我以前从来就没有看过蓝精灵医生哎，当然可以。哎，你看小壮丁，啊，天哪！哦，你现在发烧了，被传染感冒喽。哦，你的心跳好快，那是因为我刚刚做完运动，笨蛋。哦，至少我确定他的肺很健康。 哦，我的天啊！你看小帮手，所以这句话就讲了。小帮手，哇，你的皮肤真的脱皮呀！你应该擦这种草莓油，一天擦2次哦。这是木屑，小魔法，木屑。啊，你看，哦，为什么老爸要说你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医生？木屑。或许小帮手说的对，我永远没办法成为医生。小模仿怎么了？可能是受到严重的打击了吧？我想小模仿可能又会放弃了，除非让他觉得自己有用。怎么做呢？我刚刚想到了一个很棒的主意哦。哦，救命啊！快来人救救我！哦，天哪！你怎么搞的？不只是我这样子。哦，你的镜子也长疹子了。啊，我的天哪！为什么我的眼前会出现疹子呢？我讨厌疹子。现在最精彩的要上演了。哦，不好了，你们也长疹子了。或许那是因为我们的气数将近。哦。天哪，小捣蛋，你是什么意思啊？现在老爸又不在，恐怕就只有一个人可以来拯救我们了。我很高兴你是我的第一位病人，小美人。当然了，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帮你擦脚趾，而是……你确定一定要缠上这些绷带吗？哎，医生，哦，医生，你一定要救我们！天哪，这可是传染病哎！ 你实话实说吧，医生，我受得了。我的情况究竟有多糟糕呢？ 根据书上写的，你得的是致命的粉红疹疟疾。等到疹子出现之后呢，病人就会变得易怒。我讨厌易怒，然后疲倦。哦，我最近觉得好疲倦，视力会模糊不清。我就是这样，而且全身发痒。哎，对呀，你们难道不觉得会痒吗？ 一想到这里，好像真的有一点呢。这些症状会一直加重，直到病患终于怎么样？你不会想知道的。我痒！别担心了，我有办法救你们，我一定会尽快赶回来。嘿，这是什么啊？我的天哪，它扩散了！这些只不过是油漆啊。油漆？小捣蛋，你怎么可以？我只不过是想要让小魔法觉得自己有用。他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办呢？接受治疗，然后奇迹似的复原啦、啊，就好了。你可以不用再演戏了，小捣蛋，玩笑结束了。不好了，我刚刚找到治疗粉红疹疟疾的方法，就是沼泽根类的咸水泥沼。咸水泥沼？沼泽怪物就是住在那里啊。小魔法应该不会笨到跑到那里去吧？他会吗？ 再一根就行了。好，那……我的老天哪！你们看，小魔法，小心！哎，你们应该躺在病床上的。他是逃不掉的。我的手就快抓不住了。你的机会来了，小魔法，快跳！快点，过了这些石头就安全了。 啊！成功了。但是我还是要医治你们。哎，你们的疹子都消失了，啊、一定是长在里面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医治好了。看起来好像是油漆。小导弹只是想让你觉得自己有用。它让我觉得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没用。哼，谢谢你了，小导弹。 你现在应该觉得惭愧。说实话，我还真有一点不舒服。哎，小导弹，你背后还是有一些疹子哎。嗯。哦，天哪，你是怎么做到的？哦，不好了！来这里，医生！来这里，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我！突然间，我觉得好不舒服，好难过。别装了，小导弹，我这次绝对不会再上当。我可不觉得他在开玩笑。他身上的疹子是真的。 看样子，小导弹的性命就在你手中了，蓝精灵医生。哦，我的天！快点，我们得尽快带他到我家去。哎，蓝精灵们，跟往常一样，我出门的时候你们忙了一阵子。幸好小导弹他的病情比我之前预测的要轻微很多。对啊，谁会想到我居然会对油漆过敏啊？你觉得怎么样？只有当我笑的时候我会痛。哦哦，小模仿的特制药膏应该可以让他在几天后复原。 小模仿，你做得非常好、啊，谢谢你了，老爸。可是我了解了，在称自己为真正的医生之前，我还有很多要学的。至少你有这份热忱啊。是啊，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要天天念书，也许是每一个礼拜，或是每年。啊，每一年。你不介意我先出去一下吧，老爸？当然可以了。 小模仿，谢谢你的帮忙，这是我的荣幸。告诉你，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很优秀的农夫，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哦。